第四个
做一半的时间是晚上5:10差不多。第五个是6:30开始，晚上6:30开始。时间是弹性的，弹性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中午12:00开始到下午3:30，时间都可以，你自己安排时间。那今天为什么比较特别的礼拜五？对，礼拜五中午的时候，所有的穆斯林来清真寺做礼拜。比如说犹太教徒，对不对？他们礼拜六去修道院，对不对？基督宗教徒他们是礼拜天去那个教会。那我们穆斯林呢，礼拜五中午一定要去清真寺做礼拜。那其他的呢，家里、外面、任何地方都可以。可是礼拜五中午的时候，家里不行，外面不行，你的办公室不行，对不对？一定要去清真寺，这边距离的，大家来清真寺聚会，一起做礼拜。对，现在有12:30有个演讲，到1:00的时候大家一起做礼拜，礼拜以后大家回家或者去上班或者去上课。今天是特别是这样子，所以 Friday 今天很重要的一天。一年有12个月，对不对？11个月我们都吃白天都没问题，1个月是放斋。今年的话，7月8号开始到8月8号，1个月，我们白天不能吃不能喝，从日出到日落，白天不能喝不能吃，晚上呢可以，太阳日落以后可以吃，到明天早上的太阳出以前都可以吃，了解吗？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要嘴巴要。一起来，那为什么做这样子呢？是阿拉的命令，阿拉要我们训练克服困难，耐心，还有曾经了解，真正了解穷人的生活，对不对？那个月的时候啊，有钱人没有钱人放在。有钱人真正了解没有钱人的生活，他们也会感觉到饥饿的问题，所以要了解好好的帮助他们。就是健康方面、社会方面有很多意义。第四个，天课，捐钱 ，donation， 你的财产的2.5%捐出去给穷人。Poor people 要给他们。第五个，抄经去买家，抄经。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在那边有一个场地，场地较大的场地，在那边有些人买肉，有些人买便当。为什么买肉？因为我们穆斯林吃清净的，还有佛教徒他们吃素的，对不对？我不是吃清真的，清洁的清，真的真，清真。他的意思是什么？肉一定要回教徒宰的，回教徒处理的肉我们可以吃，非穆斯林处理的肉我们不能吃的。他的一个重点是在这里，所以穆斯林。他们宰牛或者宰羊或者宰鸡，然后带来清真寺。礼拜五的时候啊，很多人来这里，大概至少500人，差不多600人来这里做礼拜。他们买肉带回家，一般怀念的，我们一般的肉不能吃的，还有提供一些清真的便当、清真的菜。外面有很多餐厅，清真的餐厅，可是，因为不方便的，因为很远啊，
所以不是吃清真的哈拉。哈拉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肉是穆斯林处理的，按照伊斯兰的法律来处理的肉。因为我们宰牛的时候，宰羊的时候念经，非穆斯林没有念，所以不能吃他们处理的。第二个没有酒精，没有酒的，因为我们不能喝酒嘛。第三个没有猪肉的肉，还有接待介绍一下，就是台北清真寺嘛，还有另外一个文化清真寺，新开路跟罗斯福路口那边是比较小，中里光冈地区有一个清真寺，台中也有，高雄也有，台南也有清真寺，大概应该是六个清真寺，大概台湾有5万6万的穆斯林，差不多5万到6万，差不多。这些穆斯林从大陆来的，1949年的时候啊，或者1981年的时候啊，就是从大陆来的，从泰国、缅甸来华侨穆斯林。那当地的穆斯林也有，可是这些人都在台湾的身份证或者华侨、外省的，也有当地的穆斯林，大概6万。外国人来看的话会10万多，不是一个外国人的公司，加起来10万多的公司在台湾。那台湾人不太了解伊斯兰，伊斯兰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宗教，外来的一个宗教，在台湾公司人很少，对不对？就是不太了解，外面看不到，对不对？就一个就是两个清真寺，在台湾很少。没有电视台，没有报纸啊，没有接触穆斯林的情况啊，对不对？很少。这是正常的，这是外来的国家，当然不太了解这些东西。了解的是误解伊斯兰，对不对？有偏见，有误解。要看报纸啊，看电视，对不对？看一些错误的消息。误解伊斯兰，了解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哎，他们说哎，你们是不是这些穆斯林啊？你们是不是去世的穆啊？你们是怎么样？就很多误解的。伊斯兰是一神论的宗教，对，跟犹太教、跟基督宗教不一样，是三个宗教，而是一神论的，相信 one God。所以这三个宗教是我们说兄弟姐妹的宗教，从 one same God 来的宗教，所以他们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有经典的 people of the book， 都是旧约、新约、古兰经这三个宗教 people of the book， 有经典的人。信仰方面大同小异，都是差不多的。这三个宗教的关联很接近。加起来，全台湾有10万多的穆斯林，可是来台北清真寺的是500、600差不多。有些人在中里，有些人在台中，有些人高雄，有些人住。文化清真寺，可是大部分穆斯林不来清真寺。中午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在大学上班的话，来这边不要再去，他们说麻烦不来，也有这样子，大部分不来清真寺。你的意思是，如果大家都来的话，我不来这边。啊，就是礼拜五。对对对，可是大部分都不来。OK， 那为什么呢？又有虔诚的穆斯林，又有随便的穆斯林，各种都有。那虔诚的来这边 ，OK。可是有些工作关系呀，有些学生啊，上课关系呀，有些距离比较远的，他没办法来。信仰还是穆斯林。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啊，男女也分开的 ，OK， 男生是一楼，女生二楼，
或者没有分开的话，男生前面，女生后面做礼拜。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做礼拜的时候，鞠躬，然后这样子鞠躬，还有叩头，这样子叩头。那我叩头的时候呢，为什么不是混在一起？有可能你们了解这个。如果我的旁边有个女生的话，或者我前面有一个女生的话，叩头的时候啊，或者我做礼拜的时候，会转向她的身体，这样子会破坏我的礼拜呀，对不对？是阿拉要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完全转向阿拉，对，不要转向这个世界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男女分开的原则在这里。OK， 我们可以吃牛肉、鸡肉、鸭肉，还有牛肉、骆驼肉，我们可以吃的。我们不能吃湿肉的动物，知道吗？吃肉的动物不能吃的，比如说老虎啊、狮啊，对不对？狗啊、猫啊等等等，不能吃的，因为不能吃的就不敢吃这些动物。那如果我要吃鸡的话呢，这个鸡啊一定要一个穆斯林要宰，对，宰的时候是一定要是穆斯林的。那宰完以后呢，其他的人非穆斯林也可以处理切它或者破皮啊，都是非穆斯林的一种。主要是宰切掉的时候是一定要是穆斯林的。台湾也有这样子，那理由，有些人做这个生意，有一个人从中医来，在中医里面宰牛，有人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带来台北，在牛河那边有一个乐化医生，在那里一个人专门卖鸡肉，如果不小心吃到猪肉怎么办，对不对？其实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是说这样伤没有责任。可是我们先问，请问这个是不是猪肉？如果跟爸爸说不是，是牛肉，你吃了以后发现是猪肉，你那个时候没有说加上责任的，他有责任的，我们忘记的，不知道的事情，说这样是没有责任的。可是你先要问清楚了解，好的坏的是阿拉决定的，不是人类。如果人类决定的话，会造成麻烦。对我们来说好的，对别人说坏的，就没办法沟通。所以好的事情坏的是阿拉决定的。比如说他说黑的是不好的坏的事情，要禁止 forbid 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好像吃猪肉是这样子，吃老虎肉也是这样子 ，forbidden， 它是坏的一个事情。做这些都是犯罪，礼拜五有原因吗？有原因，当然有原因。为什么需要礼拜五的话？不是礼拜二，不是礼拜三。我们相信很多事情，佛教上也是这样子，很多事情是礼拜五发生的。比如说，第一个人类。是亚当，阿拉是礼拜五创造的。比如说世界末日，礼拜五会发生的。还有宗教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礼拜五发生的。所以这个礼拜五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天。中国的话，全体公司一起做礼拜，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伊斯兰是一个社会国家，说什么日子不会，至少要一个礼拜一次要聚会，在清真寺或者在同一个地方聚会，这样伊斯兰问候，伊斯兰关心，然后听你的演讲，在教堂开始给你演讲，对，这个礼拜或者上个礼拜有发生什么事情，可以跟大家报告。或者这个礼拜，大家上午什么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说。
这个发音啊，发音啊，礼拜五的意思是这样子：先听演讲，以后呢，演讲完以后做礼拜，大家一起做礼拜，大家一起做礼拜完以后，个别的做礼拜，大概全部礼拜大概最多十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如果呢，今天是有人觉得很重要的一天，那做什么呢？比如说早上洗澡，穿漂亮的衣服，喝香水，等等，弄干净啊，洗洗啊，衣服，然后来签字。可是穆斯林的传教方式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我们在台湾看到一些基督教徒，他们在拜访乡里去拜访别人，外面看到一个人要去参加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传教还是不是这样子？按照伊斯兰的，不是穆斯林来是每个人都是传教徒，每个人都是传教徒。那工作跟别人讲不是，第一个创造的方式是这样子，你跟人要一个不好的东西，要诚实的，老实的，要认真的，要宗教上很好的，虔诚的东西。你变成这样很好的人的话，你旁边的谁也许会发现。对，我说这样，我说这样，也有一种很好的一个传教的方式。第二个呢，如果别人问问题，你可以回答；别人要了解，你可以跟他解释一下，是因为传教的方式。嗯，是这样子。大部分呢，现在世界上有15亿的穆斯林，每个五个人，世界上的每个五个人其中一个是穆斯林，世界上大概有多少？6亿嘛，61亿。这些人怎么样变成都是这样的暴力，或者那个阿拉伯人那个时候去各国叫做生意贸易，接上一次的电脑，还有一部分是创造。比如说我是一个穆斯林家庭出身的小孩，爸爸是穆斯林，我是穆斯林，我宗教上的责任，男生15岁开始，女生12岁开始唱歌，到了青春期，青春期，对，男生差不多15岁，女生12岁，差不多开始。如果男生来说的话，我15岁以下的时候，宗教上没有责任。算是下坡路，没有什么。那这段时间你的爸爸还会叫我一次吧，因为他们是不行叫我一次，不给我学一次或者不教我，有可能两种都可以。我到了15岁以后，我有学我的信仰的责任，这个方面是自由的。平常呢，在穆斯林国家出生的，或者穆斯林家里出生的小孩，宣他爸爸妈妈完整的宗教，他们都是穆斯林的，那更必宣其他的宗教，也可以宣其他的宗教。在宗教上，比如说，无强迫，无人强迫别人，我们的心 heart 有关系的东西。
你今天强迫，今天强迫你要出来吃，你怕我，或者担心，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是，我离开以后，他们就想起这个。所以宗教方面不能强迫别人，是一种自然，也可以随便的宗教，可以。可是大部分爸爸妈妈喜欢他们的小孩成为基督徒，不要学习他们宗教。比较喜欢我这样的，台湾有这样的很多，台湾的不是越来越少，为什么环境的问题？我们太了解了，你没办法教小孩，小孩长大以后就越来越信了，或者变成佛教徒，或者基督教徒，或者结婚以后跟别人非基督徒结婚以后吧。跟着太太或者太太跟先生这样的约定，这个非穆斯林国家会有什么问题？超过这样的话就谈不出什么。而且这个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不是你可不可以跟非穆斯林结婚，对不对？我们男生可以去基督徒的基督教徒的天主教徒的东正教徒的女生可以娶他们，也可以娶到他教的一个女生可以娶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一生不离婚嘛，也相亲，同样的道理，对，我们可以娶他们。那我们的妇女呢，通通不能嫁给非穆斯林，我们的妇女结婚的对象一定要不是。但是呢，不是你可以，犹太教徒可以，基督教教徒也可以，道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不行，因为他们相信很多神。对，我们的第一个信仰冲突，我是 one God， 他们是 two God， 对不对？那不公平，这个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是可以去犹太教徒的基督教徒？你们说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是巴勒斯坦的妇女，结婚以后呢，她跟着先生走，替他怕约定死了，离开死了。有。可是我们说教长，说教的教，长知道吗？比如说他是一个教徒，啊，他的功课是什么？他的亲戚是上班，因为我们每天不是做礼拜嘛，有些在家里做礼拜，有些在外面，附近的人来亲戚是做礼拜。这个人叫他带领他们做礼拜的时候带领，一天不是带领他们。宗教上有什么问题，人家去问他，对他了解的比一般人多，这种叫宗教信仰。比如说有人要结婚，他亲戚是办婚礼，就叫他帮忙。有人死掉了，过世了，也我们带来他的遗体、尸体、清真寺，这个叫他心，然后洗完以后做礼拜，带他去坟墓，出葬。对，教长有这些工作，这些工作，教长。可是我们的教长一结婚，就是父母过身，他们不能结婚。可是我们的教长是公务员，在穆斯林这国家是公务员，国家给他薪水。非穆斯林国家呢，不是，穆斯林自己选的，因为国家不是。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要成为穆斯林的话，很简单，他说这句话就好了。我相信阿拉独一唯一的，他获得他的先知，他的圣神。你说这句话就是成为穆斯林，没有一个特别仪式。可是心要相信，嘴巴随便说的没有用，心。嘴巴，一起相信。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人们都很好奇这个部分，阿拉为什么派遣先知，为什么先到哥伦布，对，一千有先到不对，其实给旧约摩西还有圣经给耶稣后来去给保罗，这些先知啊做一个目的，就是报我们介绍给我们阿拉，报我们认识阿拉，要我们崇拜他。主要是目的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给摩西就业，摩西传教，要他的宗族，他的宗族宗教族民族他的宗族介绍阿拉，要相信他，他是唯一的唯一的，不要把他不信他等等等，他传教一些人相信他，一些人不相信他，过世过世以后死掉一半人，有些人慢慢开始远离这个宗教，远离以后呢，阿拉再一次派遣另外一个先知来邀请他们信这个宗教，邀请他们信阿拉。那另外一个先知，这个先知传教，传教以后过世，以后过了一段时间，阿拉派另外一个先知，对，这段时间他慢慢慢慢远离这个宗教。老板们会迷路，迷路，以后派遣的先知，所有的先知的派遣的目的是这样子。那伊斯兰呢？我们说阿拉的最后的讯息 ，message， the last message of God， 是伊斯兰。那伊斯兰以前的 God 的 message 呢？比较小些。从九月是阿拉三到五阿拉给的，七月是阿拉给的。我们都相信，我也相信摩西，我们也相信耶稣。不相信不行，也不能成为穆斯林。你要一个规定，要信先知，全部都要相信。如果你说我相信，可是我不相信，要不了，不行，全部都要相信。那不然就是包含九月、新月，不然就是最后的阿拉的 message， 前面的经典的内容，不然就是最后，不然就是最完成的、最后的一个 message。那你说有一些部分呢，九月的或者圣经的有些部分，不然就冲突。有任何地方有一些部分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是一模一样的地方我们相信，冲突的地方不相信，因为我们觉得有些人该就业，该信任，该挖该的部分不相信，这些部分叫做冲突。那古兰经呢到现在不能改，一个字也不能改，也不能改，是 Word of God， 我们穆斯林不能改 Word of God， 是古兰经。这一千呢，有些人改旧约，有些人改新约，所以他们改过的地方都不行。宗教允许你可以取缔阿拉，所以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伊斯兰对无神多神观念的话，先要了解伊斯兰之前的结婚的制度怎么样，对不对？伊斯兰之前呢，人家随便娶太太，有些人二十个，有些人五百个太太，对不对？有些很多太太，我们也知道了。中国的历史上皇帝也全部都挖苦了，伊斯兰之前是这样子，伊斯兰来以后呢，伊斯兰说这样子不行，不能这样随便娶老婆，
上帝限制了，算限制了。如果你要去第二个的话呢，可以，这是允许的，可是带了一套规定，你要遵守这些规定才可以去第二个。比如说你经济方面没问题的话，你可以要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去第二个。定的规定要经济方面没问题，要多签的才可以。你要不起第二个要去，要加不上他薪资的。第二个公平对待，如果你去第二个的话，你要公平对待。可是宗教跟我们说，我们人类没有办法公平对待，不可能。第三个，第一个老婆要同意的，对不对？条件很严格。OK， 我想过这个问题很久，一夫多妻是没有办法，不可能。举个例子，我要结婚，我要个太太。如果我今天跟我太太说，太太，我要签，我可以让第二个太太没问题，我要去第二个。他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的反应会怎么样？我杀我的，会生我气，会离婚，对不对？跟我说拜拜，不要你，他就走了。我要去第二个，还是一夫一妻的，第一个走了，不同意了。对不对？你要去第二个，他也不会同意啊。他说：“那我去，你有现在有两个老婆吗？你要跟第一个老婆离婚，我好像娶我这样，对不对？”他们不会同意的，所以一夫多妻很复杂。OK， 如果我同意，我有钱，我可以养，可是要分开，同一个家不行。你要帮他租一个房子，要帮他租一个房子，分开的。我有这个钱，我有这个能力。大老婆，他说没关系，可以去第二个，对不对？第二个想要去第二个，那我就没关系。他要同意的话，那宗教也同意的，他说可以，那可以，没问题，对不对？可是这个不可能的。第二个不可能同意这个事情，我们人类也没办法公平对待，这就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人是觉得养一个太太呀，不简单，怎么样？第二个太太，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法律是不行，不能登记的。可是有些伊斯兰国家的法律是可以登记的。可是我没看到一夫二妻的，或者一夫三妻的。可是宗教不同意的公司是什么？外遇，外遇，随便交个女朋友是不同意的。OK， 我娶太太，可是我还娶太太以后，我 fall in love， 对不对？跟别人谈恋爱，那怎么办？宗教说这是正常的，可是我。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娶老婆对不对？娶老婆以后，我看到别人开始喜欢她，这是正常的。可是宗教说，你不要跟她外遇，你要跟她结婚登记，跟大家说宣布是我的太太，不要跟她外遇。宗教说最好一夫一妻的。OK， 伊斯兰有一些大罪不能做这些事情。第一个不能喝酒，喝酒是很大的一个罪。不能杀人，杀人是很大的罪，这个很不好的东西。不能偷别人的东西，这是很大的一个罪。不能八卦，不能诽谤别人，不能说谎，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些罪。还有一个通奸，
是夫妻之间可以有性交吗？如果你跟别人做这个犯罪是不合法的，那你做了这个，你的punishment是什么？有两种punishment，一个是在这个世界，另外一个后世的时候。后世的时候的punishment不想让阿拉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没有阿拉的规定，你做这个事情。但这个世界的话呢，那一个电子。就说外遇怎么办？你不结婚了，那外遇怎么办？佛教上的说，在这个世界的惩罚是这样子：一个人拿一个棍子、一个鞭子，要打他后面这样子80次，要打这样子，不是很严重的、不是这样子很生气的那一种，对，要这样子1、2、3，要80次要打他。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国家没有宗教的法律，如果有宗教法律的话，法院哪边法官决定一个人可以打他。现在的呢，没有伊斯兰法律，可以每个穆斯林国家的法律世俗化的法律，所以做这件事情可能是马上关起来把一天要来。现在没有一个会叫国家实践 practice 这样的法律，没有这样子，伊朗也没有，沙烏地阿拉伯也没有，对，因为这个是比较保守的一个国家，他们也没有 practice 这样的法律，我们好像是说话的法律，所以现在不能 practice 这样的法律。伊斯兰有两个派，一个是逊尼派，一位是什叶派，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很简单 ，political 政治方面的观念不一样。我们先知穆罕默德的时候啊，不要什么派，那先知穆罕默德死掉以后呢，穆斯林政治观念方面分裂，一些人说，任何一个穆斯林都可以当领导者。什叶派说不行，一定要穆罕默德的后裔，所以 political 的观念开始吵架，所以分裂了，就这样子，其他都一样。跟比如说基督教对不对？天主教他们分裂很厉害，我们逊尼派、什叶派不是这样子，他们这个观念不一样。85%逊尼派，15%什叶派，比较少，他们就比较少。他们大部分在伊朗、伊拉克一点点，苏联那边一点点，黎巴嫩那边一点点，其他都是逊尼派。